香瓜脸上糖豆，学舞来课堂，广场你最强。欢迎走进糖豆广场舞课堂。从2021年8月起，糖豆广场舞将分为初、中、高三个班级。我是中级班的范范老师，今天呢，带给大家一支非常简单好学的拉丁风舞蹈。我有一个小秘密，赶快来欣赏吧。
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首先我们的脚下部分，脚下部分是左脚起始，左脚向旁侧迈步，左跟左提胯，右跟右提胯，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脚上步的时候呈外八字脚型，外八字提胯可以显得腿更长哦，外八字迈步提胯，然后呢手很简单，抚摸我们的头发，摸过耳朵，甩手臂，手臂旁平，然后再次抚摸我们头发，甩臂，好，一定要保持我们的手是平的，再来一次，抚摸头发，甩手，抚摸头发，甩手，好，手脚配合，五六七八，向旁迈步，提，向旁迈步，提胯，然后手，左脚上步，左脚迈，右脚迈，脚一定要形成一个交叉的走线，左脚迈，右脚迈，干脆有力一些，然后手臂拳头向下扩指，然后收向上的斜上位扩指，然后你一定要手臂撑开哦，好，手脚配合，五六七，左脚上步，左脚上步，快速收右脚上步，然后把我们的脚收回来，然后手慢慢的由拳头慢慢的变成抹下来的状态，同时你的胯扭动，左右左右，进行四次为八字胯的扭转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不会做这八字胯呢，可以进行左右左右的摆荡，然后后边的动作五六，左脚退，左掐掐，右掐掐，左掐掐，右掐掐，一定要记住我们的脚也要进行一个退的时候也是脚呈外八字的，左脚先退，左跟左，右跟右，然后进行四次，然后呢我们的手是这样的，扩指撑开，在我们的眉毛上方，然后肘部快速向后撑啊，一定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啊，手臂在前的情况向后展开，后背拔起了，然后另一个手不换，然后换，然后再换，然后再换，自信的感觉啊，好，手脚配合，左脚向上去啊，五六七走，左掐掐，右掐掐，左掐掐，右掐掐，好，结束以后直接把我们的手去扶到我们耳后的部分，扶，然后呢左手，看我的左手，轻轻的由大腿至腰有一个提的动作啊，一个提的动作，提一一二一二，提提啊，很自信的抬头就可以了，好，一定要注意啊，我们身体有一个眼睛看着你的手，撑着去做曲线非常美，然后提胯提胯，腿是弯直弯直，好，我们从头到尾还来一遍，预备，五六，左脚起始，左掐掐，甩手臂，右掐掐，甩手臂，撑开手，撑开手，扭扭退左脚，左脚退，右脚，左脚后背挺拔，右脚抚摸到肋骨处，提胯提胯。那如果你的场地非常开阔的话，也可以进行四个方位的动作练习和展示。今天这支舞蹈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